哟，今天也很准时啊。啊，是啊，今天没人。嗯，就你一个。哎，前面地里的。嗯，好。不能偷懒哦。嗯，是。这里要风景。还有这里。啊，突然想起有个电话要忘了打了。回来了，那个我是 Top。 哎，我早就知道的。 Come on baby。 哎，这我旁边怎么睡人啊？哎，我说，干嘛？怎么了？您是谢金燕。这个金二姑娘，你跟我床上干嘛？神经病，谁也不是善男信女的，你问这种白痴的问题也太没水准了吧。这你意思是你跟我昨天晚上胡搞来着？搞没搞记不得，我喝的挺高的，就记着老高把咱俩塞进一辆出租车了。哦，有点印象了？不大深刻。你想起来到底搞了没有？没想出来。那行吧，甭想了，搞没搞现在搞一把就是了。啊，哦，啥东西？润滑剂。哦，这种时候了你还跟我乐？你让我乐会怎么了？我有点紧张。难受吗？还行，有点怪，不过没事儿。你那东西怎么这么细？那是手指头。哦，那这样，我还想问你个事儿。你手指头怎么还能变那么小的呀？量变累积质变，知道吗你？哦，啊，这样，那么你那东西多大呀？那个，那你能让它小点吗？算了，就当我没说。来吧，准备好了吗？你别紧张了，一点我就废了。那我开始了。你写一万封，你写一万封水，呸呸呸！爱的大作战计划第一步都草。这行行有个毛病，喜欢吃东西的时候总要留到最后吃，这最爱吃的那糖醋排骨呢就特意留到了最后，结果呀却撞到行行这狗一般脸上。这结果善人的性格爆发了几点，他慷慨的就把这排骨夹给了梁泽，可是呢他现在又饿了。
二叔。这笑声来的太二了。邪月呀，你死得好惨呐、啊！豆子，不要离开我！怎么了你又？你这样让我很无奈。你到底配的对还是不对？你给我一个谱好不好？我现在很难找对方向，你这么一弄我更找不对方向。敢问兄台有何见将？您好，是梁兄吗？在下行行。兄台不是要跟在下配种吗？我爱逗你，我逗你，我就爱逗你玩，瞧你笑得像朵花。我爱逗你，我逗你，我就爱逗你玩，共话破